是18K 金的蕾丝金蝴蝶这样的一个胸针产品。然后每一个工序都是由手工制作的，大概我们的设计也都是原创设计，大概设计反复打板打磨大概2个月，然后这样的一个手工制作大概在4个月左右的时间，然后全部是由大师级别的，就是经验在20年、30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制作出来这样的一个花丝产品。花丝镶嵌这个是中国大概传承了2000多年，自汉代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工艺。